是天通次行车是了台东江古，是了下清溪行街高法。不过，高速高中街天通次行车没出现众多的问题。当年行卡就超过50件的交通事故。不过，仅仅市面街天通车款式众多，没多难停止，一切无法好管。台东县政府都安算土地产先公告提天提起三点至上的职业中慢车登记管理办法，规范年底为主的天赋车，年底将停出此次条例，规范选天通次行车。本届内职业中天通车，农事代主发展经济严查投保。这张东西一期无为国无的时间。民众拍到的画面，则看到有名的景点经常无数损耗，因此沿下起的四轮天通车青菜标，造成阿在国无期的火车依然出入，就惊发生交通意外。更重要，沿下上站的情形对当地人来讲是平常的，不过也无奈何。伊讲啊，较忍耐嘞，较克制嘞，卖互印度干嘞歹印象。照警方的统计，此生当然大概有超过50起四轮天通车交通意外，竟然出现发生有人下骑天通四轮车，使家己撞到死亡的情形。现阵大部分的天通车算是平常车，无出撞的证明，也无向检查报销。同县政府专线第六年代来公告，提天提起三轮以上营业用的慢车登记管理办法，先同年底为主的天普车纳入管理。搭客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听信业者来监察、来报协，同时要求企业人天窗要黑夜望住喺奥多拜驾照。我们都有明定，那来租用的人必须要有我们中华民国的驾照。如果是管理办法的时候，那就是回归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是他我们会用无照驾驶的部分来处罚。因政府也讲。安算年代前也会贴三年以上纯天利的私人车管理实施条例，送医费来审查。而本件争议当局为营业用的天通车问题，又发言紧急。下个新闻陈玉明同台。